好，来，我们现在来看那个 transformation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的 SVP pass here。然后它告诉我 translation 是 T 是 translation 三减一，三减一是向前走三，向下走一。OK，然后 refraction 的 line y 等于零，y 等于零呢，其实就是我的那一个 x axis y 等于零，y axis x 等于零，所以它是 refraction in the x axis 这样。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它叫你 draw the image of 这一个 JKLM combine transformation RT，先做 T，T 是 translation，所以是向前走三，向下走一。向前走三，向下走一，所以我在这边一二三，一二三，向下走一，这个是我的 M prime，一二三一，这个是 J prime，然后这个是 K prime，然后这个是 J，这个又是 J 呗，JKL 啊，这个应该是 L 来的，那我也不懂谁是 J 谁是 L 啊，这个。其中一个就是 J 了，这样吗？所以你看这边一二三一，然后一二三一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这样的，等下，它是这样的，这个，OK，好，然后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transformation。T translation，然后过后呢，它要的是y 等于零，y 等于是这一条，x axis y 等于零，它在这边反射，之后它在这边反射的时候呢，照镜子，它原本在这边就不用了咯，然后下来两格，下来两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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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所以在这一边我就这样，这个。要变成这个了。So state the coordinate of the image K under the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TR。TR 的话呢是先做 R 先，OK，所以它要点 K 先做 R。我的点 K 先做 R 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K 原本是减二三，减二三，先做 R，R 是反射，一二三。一二三，所以这个是我的 K prime，然后它这边是 R，然后去到我的 K prime，然后我的 K prime 是减二逗号减三，然后再来 T 是三减一，向前走三，向下走一，一二三，一二，一二三，，OK，所以这个是我的 K double prime，so 来到这边，这个 T 去到我的 K double prime。它是一减四加三就变成一减一四，OK，好，好，来接着 B 的部分，它告诉我 A B C D，然后 P Q R S T 跟 J K L M M，它是在这个 Cartesian 上面，然后它说 J K L M M 是 image of the pentagon A B C D E，A B C D E。整个大个，这个是 object under transformation VW，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先缩小吧，然后再转旋转，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先缩小再旋转，缩小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这个没有难度，缩小的话这一个是它的 center of 那一个什么 center of enlargement 呢？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OK。然后这个是它 center of enlargement，然后 center of enlargement 是零逗号减四。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两格，然后这个二四这个是四格，所以我的 object 是四格，image 是两格，so 我的那个 k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 image per object 等于二 per 四等于一 per 二，所以它其实是缩小了。所以我的 W 呢是 enlargement，OK，我的这一个是 enlargement，
enlargement with scale factor, 然后 scale factor k 等于120 center at 这个零逗号减四，OK，零逗号减四。然后它的 v 这边呢，它是一个旋转，所以你想象一下，它原本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它原本这样的一个图形，PQRSD，它原本是这样的一个图形，然后它转过来变成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它原本呢是那个 PQRST。变成这一个是 P prime Q prime，然后 R prime S prime T prime，所以我的 T 跟 T prime 的中间，我们要找那个的时候呢，我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T 跟 T prime 的中间是在这一边，所以我的那个 center of enlargement 是在这条线这边，对，两格嘛，对，然后过后呢，我拿我的 P 跟 P prime。或 Q 跟 Q prime，或 S 跟 S prime，S 跟 S prime 容易，S 跟 S prime 是在这边，这个是 S 跟 S prime，然后过后呢，它的那个评分的话是这样，这样是它的评分，这个是它的深，那个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 center of 那个它的 center 是在这一边。这个是二逗号，二逗号减一，OK，二逗号减一，OK，所以它是90度顺时 rotation，OK，所以它的这一个的话呢，它是属于 rotation 90度，rotation，然后90度。然后 clockwise 顺时 clockwise，然后 center at 那个二逗号减一，OK，好，所以来我们检查一下答案一下，so enlargement scale factor 120零减四零减四，然后二减一90度 clockwise，对了，好。他说，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180，涂黑的部分的 area 是180，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懂那个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那个180 cm square，180 cm square。然后他要你找 JKLMM，JKLMM 是。JKLMM 是这个 image，然后这个是原本的是 object，这个是 image，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area of shared region 呢，其实是我的 area of object 减掉我的 area of image，就等于180。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 OK，刚刚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一个东西。然后这一个东西里面呢，我们知道它的 k 是120，然后我们知道那个 ai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o 嘛，我的 ai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o，所以我的 k 是120 square 乘以 ao，所以它变成四分之一 of object 的 area，所以我的这个 area of object 减掉四分之一 of area of 那个 object，OK，所以它就会变成了180，我全部一起乘四，我当它是 simultaneous equation 这样来做，我的 a not 是 x 来的或者 y 来的，所以我就有四个 a not 减掉 a not 等于400,84,32,720，所以我的三个 a not 等于720，所以我的 a not 等于720除3。326,4240，所以我的 a not 是240，
题目要的是 JKLMM，JKLMM 其实是 AI，所以 AI 是120的 square 乘以240，所以它是140乘以240，所以它会是等于60cm square。So 我要在这边，你60你想，我原本240减掉60，然后它就会变成180，对吗？这一个240减掉60，180，对了。OK，写正确。所以它的这一个 area of JKLMM，OK，JKLMM、okay, 会是等于60 cm². So 刚刚的这个 rotation 90度 clockwise center at 2-1呢，它是讲了，就是说我的这一个东西呢，它原本是在这一边，它原本是这一个是我的 object，这样，这个是我原本的 object。然后我原本的这个 object 是这样的，然后你我就这样转90度顺时，它变成这样了。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的这一个你写 rotation 90度 clockwise 呢，你写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拿到2分了。如果这一个部分有3分的话，然后就是说它是顺时90度转，这一个如果你会的话，这样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接着呢，你要找它的 center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难。center 的时候，我们要找 center of rotation 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找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来的。OK，我们的那一个 center of rotation，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两 pair 的那一个垂直平分线。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拿我的 t 和我的这一个 t prime 这两个的垂直平分，你看 t 跟 t prime 这边一二三四四格，它同一条线，垂直平分是黄蓝色的浅蓝色的这条线。然后接着呢，我拿我的 x 跟 s prime 这两个点的垂直平分线，就是说这两个点连上来，然后再垂直平分。你要找这个垂直平分线呢，你可以插在 s 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插在 s prime 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然后交界起来，这样，OK。然后可是因为我现在是用电脑，我很难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做了。其实要做也是可以的，它就是比较麻烦而已。然后我们这样来，我用那个 Power Mac 来做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我要找 center of rotation 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在这边，我刚刚是 x 跟 s prime 嘛，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拿这个圆规，我插在 s，OK，我插在 s，然后上面撇一撇。然后过后，我下面这一边也撇一撇，这样下面也撇一撇，OK。然后接着我在我的 S prime 这边，然后我也下面撇一撇，OK。然后我上面这边也撇一撇，然后我再跟它连接起来，OK。我连接起来，这一个点跟这个点连接起来。这样，所以它这一个跟刚刚黄色的那个连接的地方是在这边，这个2-1就是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垂直平分线，所以它的 center 是在这一边，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的那个90度顺时，这个应该不难，就 PQRS 原本是这样的，你看原本是这样的，然后过后呢，我就90度顺时转变成这个。看到吗？OK，所以它这边是 PQRST，P pi Q pi R pi S pi T pi 这样。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的部分呢，我们刚才知道我的 K 是 image by object 是120嘛，然后我们现在大个的这一个呢，是我的 object 来的，这一个是我的 object。然后里面小个的这个是我的 image，这个变的也是我的 image，
所以我们在这边 area of mesh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rea of object，所以我的 area of mesh 是二分之一 square 乘以 area of object 是四分之一 of area of object。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area of shaded region，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涂黑的部分，涂黑的部分呢其实是我大个的减掉小个的。我大个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大个的是 object，这个是我大个的，这个是我小个的，所以我的大个减小个就会等于180，所以我的这一个四分之一 AI 等于四分之一 AO，我的 AI 等于四分之一 AO，我这样放进去里面，我把它放进去里面的时候呢，它就因为有分母啊，四嘛，我要把四弄部件全部一起乘四，然后再来减。然后拿到我的 AO 是240，我拿到我 AO 等于240之后呢，我的 AI 等于140乘以 AO 嘛，140乘以240等于60咯，所以我的 JKLM 的 area 会是等于60，就是这样。OK，然后这一题呢，其实它还有另一种做法，另一种做法呢是那个作业这边的做法，它是 x per 180加 x 等于 per 2 square。OK。x per 180加 x 等于1/2 square，OK，然后它的在这边的时候，它是这一个它是这样，它的这一边呢，它是让它这一个地方，它让它的那个 area of image 等于 x，OK，它让它的 area of image 等于 x。所以在这一边，它的另一种方法是这样，它在这一边呢，它的做法是让那个 area of image 等于 x，OK，这一边它 let area of image 等于 x，所以它的 area 涂黑的部分，刚刚涂黑的部分是180嘛，所以我的 area of object 呢就会是等于那个180加 x 哦，所以我的 AI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O 的时候。我的 k 是120嘛，OK，k 是120，所以我的 x 等于120 square 乘以180加 x，然后我的120 square 会变成140，我把4乘过来，所以它变成4x 等于180加 x，我把 x 翻过来，我就有 3x 等于180，所以我的 x 等于60 cm square，OK，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直接拿到它的那个涂黑的部分了。只是我自己本身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种做法啦。OK，它的这个做法比较容易，就是说它的 AI 它让它的这个 area of image 等于 x，所以我的 area of object 整个是180加 x，因为这一边这些是180嘛，所以180加 x 就是整个 AO 了咯。所以我 AI 等于 k square 乘 AO，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120 square 乘过去，它变成2 square 来的，这个是 4x，然后我再把这个翻过来。OK，然后4x 减 x 3x，再把3除下来，180除3 60，就要拿到60。